亦尼片场扮大牌范仲增，靓模齐指正，抢人三合新人射博扮大牌，听唔清楚啊？总之都系讲紧佢啦。听讲佢拍夜蒲衫嘅时候，恃住当时仲叫男友 Andrew 间公司有份投资，摆老板娘款，受害人一文海玲，人哋自备私火衫开工，佢就不问自取。受害人二串嘴芭比经过同发型师 say hi， 佢就闹人阻住晒。受害人三作为新人，老点梳头化妆改造型，导演追究即射博。受害人四露懒拍街景，人人都 stand by， 佢就 set 完头，嘻嘻嘻然蒲头。咁如果系我都做到，都唔明点咧？但系我听服装讲过都几烦恼，啲衫方面好多问题啊，即系譬如呢个又要着呢件，嗰个又着嗰件。连过气男友都唔帮佢，问佢哋一齐嘅时候，亦尼有冇公主病上身，就好抵死咁话同佢一齐，公主都变工人话。嗱、啊，我哋好公平噶，到你辩护啦。我当然系话冇啦，系工作需要咯，而唔系我一个，我都唔会有咁大 power 啦。我记得好多场戏都系落雨噶，落雨咁亦都系导演。監製係需要我上去整翻頭髮咯，仲話同啲拍檔雖然唔熟，但係都唔想俾佢群起指正自己。